4月28日，鬼鬼吴映洁投书丸子头，身穿白色一字肩收腰连衣裙出席化妆品活动，露香肩的她自信爆棚，自评素颜满百分。我平常有穿过更少的吧，今天因为夏天要到了嘛，就是你知道露露香肩，就是反正今天人群这么多，不会白露。谈到夏日保养秘诀，她的答案也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夏天呢，尽量能不要出门就不要出门。因为那我先走了。不是，因为一出门就是会融化，然后我本身是一个很害怕热的人。不过被问到接下来的工作计划，鬼鬼则表示还要去录真人秀，看来这和太阳的亲密接触也是不可避免的呀。最近就是后天还要飞猪去录真人秀，所以最近还要去录一两个真人秀这样，然后剧本已经在寻寻觅觅，然后希望可以赶快落实。去年鬼鬼自掏腰包追发行单曲，宣布要暂时封麦，再也不打算烧钱出单曲，没想到今年就有公司找他唱歌，而这一唱就是两首戏剧主题曲。被问到是不是被爱情滋润，他则表示目前都没进展，看来大家还需要再等等。时候未到。没有啦，就是时间到了他就会来了。对。